要锁，它会掉下去。自己切就好了，看起来很呆耶。
其实没有 pose。你要啦，你要大一点的，我帮你。不用了，不用大了。你刚没有大的啊，我帮你拍几张大的。厉害啊！你要吗？怎样？你也要蹲一点，然后上面很多吗？很蛮漂亮的，而且它云很像就是一个山，自己看那云就像一个山。哦，知道意思吗？蓝色的山哦，蓝色的山对。帮我按，帮我按，帮我按出来，帮我按出来照片。都有了，你要不要？好好，我赶快把它放回手套里。
气。酒精我没带出门。是哦。
好像送不出去。等一下，那边也可以拍啊，在那边一边拍一边送。等我一下，我等我快好了，马上马上。他就解停止不了。好，你说什么？你刚是不是滑一下？对，拍一下。你要送的话，这里信号可能好一点。拍一张这个。拍照。拍照，拍照，拍照，我居然拍不下。太大了，我居然要0.5了。人人跟牌子哦，人跟树吧，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在这里拍。人跟牌子跟树站这里就好，可以了。这是0.5，好像只有0.5可以拍。要吓一跳。站得好直哦！好，看一下，这样0.5会太夸张吗？就不知道，因为这树这树也都想要啊。嗯，虽然都有我的影子。换你，因为不用0.5还拍不到。对啊，我刚在自己拍的时候就觉得。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。好了，你不用太后退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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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会往下滑了。一二三。一二，换动作，一二三，哎呀，来不及，一二三，好，好，是这样，啊，好，你要看吗？要速变吗？好，往这边拍，这样用一还是0.5？好像0.5跟一拍一下，一张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再来，好，换一。啊，等一下有人。一的话拍半帧。哦。你手势就好，来。好。看一下。半帧的话。我挡住了，我举手我就要挡住。然后，这样好像雪地太大，还是这样刚好？好。你要点？我不用吧。你这样啊。哎、欸，往这边再拍。嗯，有个小房子。不用吧，小房子还好。啊、全都是树，还是拍进去太小，你就拍这个景就好了。OK 吗？这样。这个景不错，没什么人。你快点去啦，站着啦。你要我拍哪吗？这里啊，我帮你拍。直的。一二三。一二，哎呦，一太大，一手不要伸，一手要伸集中一点。好不好？我拍狠的。好，等一下、喔。本来就拍狠的。好，一二，哎、啊，没好。因为几关几关呀？好，一二三。好，直的，直的，一二三。好。好，知道。你又不是要跟小屋子，我帮你跟小屋子。现在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哎呀，嗯，好。
我们看看，看看满意啊？都好吧，有就好。好，可以走吧。有就好。走那边。我的牌好，包括我的牌好。有啊。而且他怎么了？他的电池格就是这样，一条线。没有了。他有在充吗？他有在充吗？他有显示他在充吗？他不会用没在充？看不出来有没有啊？拿出来瞄一眼。这么里面。有。那我继续啊。走那条路，稍微爬上去一点点。那我那样走就好了。爬到那边，然后滑那条路。是哦。啊？完全不记得。这条路没滑过。哪有路啊？没有路啦。啊、没有路啦。没有路啊？那就下面。哪有？那个下面才有路啦。下面右转。对，这边没有路啦。你是要滚？你是要滚下去还是要怎么样？有人偷滑松雪吗？嗯。下去就会结合我们操作的那个街道，一路很棒。上对方拉起来，好了，拉好了。四小屋在那，还是一堆人在那，一堆人在那。哪里四小屋在哪？你往前进一点，在树后面，看到了吗？上面那个、喔。山上一堆人。对呀、啊，这一排人啊。更多人呐、啊，在那边拍照。这很漂亮啊，实在多人了。密麻麻的，跟乌鸦一样。四小屋这么高哦，比这里高一些些。走了，好。自己刹车，不是我刹的。到尽头啊？没有啊，是怎么会沾到的？不会吧？我觉得我眼睛上，你再帮我检查一下。没有、欸。你那已经关了吧？怎么关了？你这台已经，你现在变成关的状态了。他刚没有讲啊。他有 哔哔哔。没有，他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他还有继续在。我还以为关了，它刚 LED 竟然是电池灯。嗯
然后现在呢？他有一直在录。红色的闪吗？他 LED 就说他还在录啊。26.5。有动力了。没有。他好。没有拉到。要换手吗？不用。不用。Thank you.
我在模拟。啊，很丑吗？
冲过头，好了，有坡度。该吃饭了吧？这肚子饿了，该吃饭了吧？应该已经十一点了嘞。十一点了嘞，这个缆车站，我们七点就吃饭了嘞，很饿。好，缆车站好像在哪？凸起来那个白色的车嘛，而且王子三兄弟的缆车，对，就是那里。难怪哦，去年没有啊。嗯，这边冲上去哦，冲不上去。对，冲不上去，冲到你觉得 OK 的地方，总之这里就开始加速。嗯，好，不停。那这样没关系，一定会倒，除非你从下，好，这样可以。走路最累，走路，滑起来就三兄弟吧。走快一点。没差，他们坐左边，我们坐右边，还是他们要去坐三兄弟？他们也是要去三兄弟，那就跟他们去了。Yeah, 就是今年网页上面才出现，就说日本首次丸子三兄弟缆车，这是特色。他没有加丸子了，他说三个黏在一起的缆车。对啊，也不是真的黏在一起，就是四项黏在一起了。七点半还不跟我吃饭？我没有说不跟你吃饭。七点要吃早餐了，七点半还不跟我吃？怎样？不就来了吗？湖北人很多啊。那你说这些人看起来就是要去？
山兄弟缆车进站。珍しいですね。三姐也没有其他的，万一他们坐他们几个人不知道会坐坐，我们就下第二轮了。省了一车，耶、yeah ！等一下，我们路过隔壁的那条可以再拍。我们到中间，对方也会到中间。你这样会在车旁边。我用0.5，一二三，很少贴那么近，一二三。好，帮我，我后面有车吧？有啊。什么意思啊？0.5，就会刚是排成一排的。哎、欸，你拍了吗？好拍，拍，你看你的脚，我把脚很开呀、啊，哈，很开啊，很好啊，我现在还没有出发吗？然后要出发了，录影，啊，录影太大了，录影也可以0.5，我看到了，耶，丸子三兄弟缆车，大家串在一起，一起完全没录哎、欸，失败，你不会用哦。我一缩小，我以为我有录，不过因为后面录啊，你就录啊，你就现在录啊。但是你后面什么都没有啊，它下去了。你不会高一点、啊、你不会站起来。就只看到屋顶啊。兄弟缆车，耶、yeah ！你拍一下上面那只，前面还有一只，耶、yeah ！就耶、yeah ！先拍你、啊，好，拜拜。后面居然没有。你准备拍右边会路过，等一下我们到半山腰的话，路过什么？三兄弟呀、啊。哦，你说别人、哦？正中间就会交叉而过啊，这就三个上三个下。他这只有六节哦。对啊，就这样。因为重量要平衡啊，一定是偶数节、啊。那要等蛮久的呢。不知道，来了。好吧，回程再来一次吧。有拍到啦，只是。哦好，这雾雾的啊，这也拍不好看哦，因为窗子雾雾的，对，窗子雾雾啊。回程的时候，回程的时候窗口会是在另外一边吗？都没办法透过窗口拍。好，就这样。不会戴手套了吧？啊，我觉得眼镜也可以拿下来。好了，帽子也可以拿下来，帽子用拎的了。帽子还好，帽子我这个真的很难扣上去。我看一下，啊，对，真的这种的很难扣，我这种比较好扣。好热，那我把帽子拿掉了，我热死了。但是我的 GoPro 还在拍、欸。还是你要去？就想说让他拍一下这里的风景。啊、哦。他就挺忙的。快停了，快停了。在减速了、也就只是截得很近而已啊。长电 bus， 它应该有留前后摇晃的那个余裕啊。有，它一下有防撞条啊，你没看到黑黑的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大家一起到站了，耶！拿起来。哦耶！哦，头发乱七八糟，今天头发像疯婆子一样。是啊，是啊。为什么？你还想要拍他的头皮？眼睛也睁不开啊，而且那个帽子有太阳加雪的帽子。好嘞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，刚才我们三个走了。なかなかに。太大拍不下。那我们转个弯要下了。
OK、哦、好，那我关机了。